国际消息要带您看，北韩上周六试射洲际弹道飞弹挑衅，周一一早又传出再发射三枚不明飞行物，这也是他们今年第三度以武力示威，主因恐怕就是反制周日南韩美国联合空中军演。演训画面也带您看，这 V 字形队伍高调现踪朝鲜半岛空域，美军战略轰炸机棚还有 F-16 护航，与南韩空军 F-35A、F-15K 共十多架战机出动演训，从西部海域穿越南部再往东飞。同天，美国跟日本自卫队也在日本海上空进行战术演训，这两起突袭式的大规模军演目的相当明显，就是要威吓北韩。眼见美日韩军事合作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胞妹金宇镇也再次呛虾，强调把太平洋当靶场取决于美军的一举一动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